就这样走梦中，我也不知道什么状况。你就是那种像喝醉酒的梦， yeah. 一直这样。Yeah. 全听你说，快看版。反正说是 life， 然后有时候我们的裙子真的很长，然后你要走得很快，你很容易就会勾到裙子，然后你的高跟鞋也很高。但那时候我记得我是在印尼。特地邀请我去那里走 fashion show， 可以 imagine how stressful。 它是连续两天的 show， 我第一天就走得很不好，因为鞋子我不能应付、嗯、然后 show producer 有说你明天最好走得好一点，压力很大了这个。然后第二天来了，哇，然后他的舞台或许应该只有这么宽，这么宽需要两个人走，一来一往嘛，然后又衣服with 19公分的鞋子 with 衣服。然后我出场，我一出场 right， 那个模特儿就不小心踢到我的鞋，然后我的鞋断掉，然后在台上我就一拐一拐，但很紧张，我又想穿回去，可是 我看哎又穿不回去，然后我就找东西扶咯，刚好那时候台上有一个 lamp post， 然后我就去扶它，我忘记是假的舞台，然后我整个要跌下去了，哎，幸好还没有掉下去的那一秒，就有一个 bouncer 上来 ，security 就上来扶我，就扶我回到后台，然后就哇怎么办，很紧张。所以你是说你整个现场是这样走出去啊？不是这样哎，我是这样子哎，没有一点点的是，就一开场就被踢到，然后就这样就飞出去的。对，然后我就这样走梦中，我也不知道什么状况。你就是那种像喝醉酒的模特， yeah. 一直这样这样。Yeah. 对，哎呦很 sad 啦，很紧张，整个是乱的，我的脑里面是根本想不到东西。